大家好，我是子璇，今天呢又来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跟粉丝朋友们午餐约会。很特别的是啊，这个粉丝朋友是一家素食餐厅的老板，你们看就是这间，很厉害吧？而且我今天呢还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他，我们赶快进来吧。超级饿，平常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，今天好高兴哦！我也是，因为我好久没有去外面吃饭。对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那我们最近才可以开放内用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先吃饭。好 ，OK， 走。新月，听说你平常都有在看《天之娇女》，对不对？有。那你最近追到哪一部？我最近就看到那个、你的爸爸。爸爸，像不像让你多了一个小孩一样？我以为你要说他最近，因为变成张八岁之后，在浴室里面洗澡有冰块机的那个。有，因为我有看，大家都会问我说，你爸爸的冰块机是真的吗？他平常都很认真的练身材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有看他的 IG 吗？少奇哥会不会本人跟张八岁很像？他本人，你说撇除角色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撇除角色，私底下像张八岁，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玩的人，然后很可爱的那个前辈。我也好期待能够见到他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帅啊。好实际啊，只要帅。我从灰龙仔天追他嘛，我也是，我还会唱主题曲。我在那个，我从一开始我就先追那个连体婴，我觉得连体婴那个拍法真的太厉害了，怎么有办法这样子拍？你说两个人也在一起吗？对，因为他们好像是用穿一样的衣服，然后绷带绑在一起。哇塞！所以你追的那个时候是我正在很还癫的时候，对，就是一直每天闹事啊、闯祸啊，是，然后妈妈就要帮我擦屁股的那个阶段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们演八点档的真的都很辛苦，好像听说就是前一天拍完，隔一天就要播吗？有时候是今天拍，今天播。太厉害了吧！我觉得有点恐怖哎。这个怎么，你平常怎么可以做到呢？就是说身体啊，体力一定要很好，对不对？除了好好的睡觉啊，然后多做运动之外呢，也要多吃一些保健食品，或是在食物上面就要多摄取健康的食物，不然很容易就会呕脸啊，或是体力不足啊，就是脸色不太好看，对，然后常常会有剧本会背不起来。哦，很长哦。再来是因为我看剧本的时候，其实对，有时候是用手机看。再来就是其实我把我的剧本带来。真的吗？可以剧透一下吗？可以，这个是《天之娇女》前期的剧本，你看。哇塞，太厉害了吧！怎么这样？就是，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我眼睛要看到瞎掉。比我小时候读书还认真。那个注解，其实现在去看已经就是看不清楚他在写什么了，因为导演讲得很快啊，所以你就要抄得很快，然后也不好意思说你等一下，所以看到就会觉得每次都是这样看。然后眼睛其实就是很不舒服，眉头都多了几个皱纹。眉头多了几个皱纹以外，应该这边都是皱纹了吧？那加上我的休闲活动又是追剧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在用眼，所以每天就会这样子去按摩眼睛，但其实效果不大。先来吃一下我们家的招牌麻辣臭豆腐，就这个对不对？对，刚刚有说我真的很饿，那我们来先来吃吧。招牌。香吗？它真的很臭。我们家的豆腐是非基因改造的黄豆，你吃看看。好，非基因改造黄豆，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大块，好，很大块，超大块。你吃看看。而且它很香哎，它很像那个外面火锅料里面会加一种很特别的香料，就吃了之后很醒脑的感觉。吃下去的时候其实很爽口，可是它后劲有点厉害，辣吗？麻麻辣辣的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完全都不吃辣，我连胡椒辣都不吃，我只要吃到胡椒辣我就会生气，我就哭，我就跟我妈说太辣了不吃。可是自从呢吃了我们家的麻辣臭豆腐以后，我现在可以接受辣度是非常广的。其实它不是那种很刺激的辣，花椒有八角，第三口就有吃到那个花椒的味道。因为我们用很多很多的辣椒，然后有很多的中药一起去熬的，很补哎。对，你就慢慢吃，
慢慢吃、哦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不一样的味道会出来。然后它很 juicy， 不会很咸，有一点胡椒的味道，胡椒，酸酸甜甜的，你没有加什么，我觉得不像在吃素食，不像吃素，不像在吃素食。你不讲就不会发现说其实这一餐是素的，会觉得说哎鸭血了要找你找看看，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其实它不是猪血糕，但是在荤的来讲它是很像猪血糕，对，它是米血，它是紫米糕做的，它是紫米做出来的，对，这是我每个朋友他们不吃素，每一个看到那个都很惊讶说哦是荤的，对，你不是卖素的吗？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在里面？对，其实我们真的是素食，可是叫蔬食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都能接受，不要觉得说就是那种很素很素什么都没有的，就是很传统啦，对，这个真的很不像是素食，真的很像是你去外面吃小火锅的那种感觉，而且感觉料理真的超级用心。你身材怎么保持得这么好？最主要应该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就必须要想尽办法的就维持身材跟控制体重啊，然后也希望身体可以健康。像前阵子啊，就疫情在家的时候，就常常会自己做菜，然后做菜的时候就会流汗嘛，然后自己煮也比较健康，然后再来就是会在家里做瑜伽，流汗拉筋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困扰，就是我眼睛特别酸。平常要怎么去解决这种不舒服？除了按摩之外还会热敷，可是我发现那个都是短暂的，所以我就上网查，就是要怎么样去保护眼睛，补充什么东西。然后后来才发现说，其实叶黄素是要用来护眼睛过把灸的，但是叶黄素是没有办法人体自行制造的，所以就是要靠饮食。对，像素食餐厅的这些熟的玉米啊，绿色食物，然后还有花椰菜，对，花椰菜，四季豆，对，还有熟的南瓜，它都有满满的叶黄素。可是虽然就是吃那些很健康，可是现在菜价很贵，然后自己煮又很累，对，而且要吃到很多，然后我又很懒，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每天就是去这样煮，然后这样料理，然后吃满满的，可能还没有办法真的顾到你的眼睛，因为要长期吃嘛，所以我就发现了很厉害的东西。真的吗？一个很厉害的，你要分享给我吗？真的可以够吧，猪，我要分享给你，这是今天要送给你的礼物。 OK， 好，我看一下，谢谢。这是叶黄素吗？这个叶黄素它是金士明叶黄素虾红素风萃浓缩饮。我可以先拆开吗？可以啊，像外面的叶黄素它都是颗粒状的嘛，对，但是呢它是液态的，就是小分子好吸收，特别。我吃看看。好，你试试看。你知道我们追剧啊，这样子拿着来看，其实我觉得把它放在，我会把它加在一些那个没有味道的饮料里面，像是气泡水或者是一般的矿泉水里面。这个喝法还不错。我不太喜欢单纯只喝没有味道的水，然后或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，我也觉得很好喝。哎，它这个是全素的吗？可是我看到它有写虾红素，哎，它里面那个虾红素啊，其实是红枣的意思，然后它里面还有添加，它不是像外面的叶黄素就单纯的只是叶黄素，它还有维生素 A、C、E、美辛赛，然后 DHA， 另外啊，它有写到说30毫克的叶黄素，其实30毫克叶黄素，我们一般来说要吃18根的红萝卜。哇塞，怎么吃得下去啊？所以其实我觉得，如果吃18根的红萝卜，不如就是喝这一包酱就够了，轻便方便，轻巧又方便。它喝起来像那个莓果，而且它方便啊，方便好携带，像是。我觉得这是好像各个年龄层都可以用，对，像是学生，如果说你常常像我一样要考试念书啊，就眼睛很容易受伤，而且疫情在家，现在小孩子都在家里上课，对，所以就很需要叶黄素。那或者是上班族啊，打电脑啊，每天都要看电脑看手机啊，像你就很需要做那个一些文案的时候就很需要，然后再来是年长者也很需要，或者是跟我一样每天就是死要盯着荧幕的人。其实吃素很好，那就是你要吃对，
你不能说我就是为了吃素而让自己什么都不吃，吃面包，那面包面包面包泡面面包泡面面包泡面，就是你失去了你原本的初衷了。你是要健康，你是要环保，就你因为吃错了就开始一直乱吃。哇，为了吃素而乱吃这样，对不对？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跟你一起吃饭，我也是啊。然后呢，没有想到呢能够学到这么多关于素食跟素食的知识，均衡的营养，对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也很高兴啊，我从小都一直看八点档，没想到今天八点档演员我可以跟他一起吃饭，好高兴哦。今天晚上应该睡不着了。我睡不着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，可以吗？粉专咨询我，好高兴哦，很开心。谢谢你送我的这个分享的好东西。希望你喜欢，然后要每天吃，然后要分享给所有的朋友。要顾眼睛呢，就是要吃叶黄素，每天吃呢就会亮晶晶。